昨昏有一间幼稚园来传出讲，有细汉查某囡仔和查甫老师性骚扰，讲虽然已经转去其他的这幼稚园，啊，不过依然是要求教育局爱来调查，继续追踪甲辅导这查甫囡仔。啊，这园方有哪来指出，查甫老师伫这幼教现场有哪拄着一挂问题，唔忙会当定出标准，予因遵守。同园一间幼稚园团框，女学生和老师性骚扰。查甫囡仔妈妈甲机关讲，囡仔回来找了，看起来心情正歹，又个出现退化行为，突然间讲要食泥水啊！一问才知影讲，查甫老师敢那是继续讲三正水，伸手伫个囡仔胸腔甲腹肚之间搜，囡仔无爽快。孩子在学校被男老师称赞胸前的亮片很漂亮的名义，来抚摸女幼儿的肚子到胸部停留多秒的时间，孩子感到很不舒服。事实上，这个老师已经是五六年的老师了，对，所以他自己自愿就是先离职，然后来被调查，来他会去性别平等委员会说明。针对这件案件，议员要求教育局积极调查，继续追踪并且辅导查某囡仔心理健康。幼稚园也讲，这个查甫老师已经辞职接受调查，也不过感觉真冤枉。讲到查甫老师伫咧幼教现场的困难，正如囡仔呐走来要骂老师，到底当该抱也是袂用抱，若是无抱会讲老师无爱囡仔，抱落去又搁讲性骚扰，希望这场会当优先查甫老师定出一个标准，协助幼儿转接至邻近的幼儿园。那针对幼生的部分，后续也将安排专业的辅导人力来协助心理辅导。教育局讲，经过调监视录影带，广播员确实有拨囡仔衫顶头的亮片，针对是毋是有不当的接触，已经开违法事件调查处理性质小组会议讨论，决议受理，也提请认定委员会讨论。若是违法，将会依照规定，处幼儿园加广播员罚款，或者是参考认定。因为您一年到四年，或者是终身都袂当伫咧幼儿园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